老花医美瑞达回答一下臭宝贝的氧化问题啊。第一个花友呢是非常的有心啊，因为他姥姥呢特别喜欢养沙漠玫瑰，然后他从各个平台拼命的去找我，好不容易找到我了，然后他问了一些个问题，他说这个沙漠玫瑰啊，他姥姥总也养不好，主要是因为啥呢？你让我看看。这个呢，像咱姥姥这种呢，他都是闲的没事啊，一般子女也不陪在身边，你很孝顺啊。这个咱们先说一下这个事儿。另外呢，没有时间的话，他会经常浇水的。他有事没事，他想起来他就会浇水，你能感受到就是那种来自老人的那种溺爱吗？没事就问你吃了吗？喝了吗？穿了吗？是吧？其实他对待这些沙漠玫瑰就像对待孩子一样，这就是宠溺，叫溺爱，溺坏了，就是你让他放手，他放不开的。老人都有那种心结，如果说姥姥真的养不好的话，你让他控制浇水，他控制不了。你要不就是给他多买一些。让他没事的时候多陪陪他，让他有多余的时间去干点别的，他就不会一个心全放在这个上面了。这就是水大的一个体现，这叫关心则乱。另外呢，就是他没有一个就是那种很正确的一个养护方法，他只是说姥姥只是说知道就天天好对他好，心里边心心念念的，其实呢就水浇多了，好吧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咱们这个肥料这一块，像姥姥这个呢，他也不知道用什么肥料好。这个呢，我也是跟花友说什么呢，咱们在用肥料的时候，你尽量的选择你像奥绿缓释肥啊，或者是那个我们家那种花了多优质颗粒控释肥啊，肥效期比较长，你告诉他一年用个几回就行了，两三回或者三四回，多了不要用，其他时候没啥事。另外的话，光照给足一下，再把控一下浇水，就没什么大的一个问题了，好吗？错不啊，主要是姥姥时间比较多，这个没什么事啊，比较磨叽。好了，因为我的栀子花叶片泛黄和叶尖干枯，咋回事？臭宝啊，所以这个栀子花这个东西呢，是非常非常喜欢光照的，它晒不死，真的晒不死，嘎哒嘎哒，越晒越好。人话说一晒就干巴，你只要是别缺水，拼命晒，这玩意儿越长一天比一天好。另外呢，这是有点黄化病的一个先兆，就是说碱性过高啊，慢慢的有点铁流失，有的话说用硫酸铁，不反水水啊，用反水水。好了，别的没事啊，多给足一下光照。另外呢，天气冷啊，慢慢的它也会有点变黄的，尽量的维持在15度以上。下一个花友他说，请问一下，这个还有救吗？这个啊，这是你种的月季花吗？这个你就是典型的一个就是这种茎腐病啊，黑腐病了，好吧？这个就是由于通风不好，你浇水过干过涝导致的，就是说，哎，你涝的时候就给它涝死，也是缺光，也是不怎么哇塞，是吧？月季花这一块呢，尽量的给足一下光照。您现在可以把那个黑的杆子全部剪掉了，剪掉了留下那个好的，省得它扩散，好吧？如果说家里边有药的话，可以用一些杀菌药。老花叶救救小花花可好？谢谢茉莉，叶边呢黄了。暖气房阳光不错，谢谢指教。茉莉花是需要修剪的，需要勤修剪。就是你这样的话，就是下面呢留一两对叶片，每个枝条，其余的全部多余的给它剪掉。剪掉之后呢，它会显得郁郁葱葱，更茂密一些。您看您现在长得比较的枯瘦，花黄那种感觉是吧？主要是因为太懒散。另外浇水这一块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多，略微有一点点的多。另外呢，把这个盆土再往外面挖一点点，露出来表面的根系为止。再给足一下光照，别的没啥事，就是修剪施肥继续坚持用，好吧？浇水还是干湿循环啊，别的没啥事，臭宝，别的没啥事。老花叶看看我这边掀开来怎么样，一半好一半坏，这就是有点发热的那种感觉，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哈。因为像一般在地暖的家庭里面，就是比较热的时候呢，它会出现这种整体的一个不好，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不是哈啊，其他的整不明白，就给我的感觉就这样。另外呢，香克莱是典型的一个怕热的植物，一般高于30度就整个的长得不好，就会萎蔫，换土也没用，它那叫休眠，好吧？它喜欢在那种30度以下，就是25度左右最好最哇塞。然后您这个开的比较好，也不排除就是花量太大，而且营养不良，哎，老叶变黄，这个不能排除，好吧？这个两个原因吧，就这俩原因。小伙说：“老外你好，帮我看看佛度海棠咋了？谢谢，坐标北京，咋了？”哪咋了？这不挺好的吗？这不还活着呢？因为养的说的啊，你可能问我养的为什么秃噜秃噜掉叶子了是吧？臭宝，这个东西呢，买回来之后呢，咱们就要注意什么呢？它这种一般啊，我一看到这个花盆就给我一个莫名的熟悉感。一般这种都是从福建过来的，它会出现一个水土不服、水土不适，然后会脱落一些叶子。另外呢，就是说咱们的温度是不是变低了？如果说低于10度啊，它基本上也都是会落叶子的。这个阳台温度的。这个没别的什么大问题啊，
如果说放到温棚里面，估计一个月也就开始再出来了，就是说空气过干燥过冷，一般就是这样。再一个就水土不服。好了，今天的养活问题呢，简单的就到这儿了，觉得不错记得点个赞，圈养活问题视频2020，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热一，下期再见，不见不散，拜了拜了拜拜了。